One, two. 好，大家都签名哈。这个前辈的这个角度来好鼓励一下我们。你现在已经开始了，对，哦，好，开始。对影视产业，其实金风奖是一个新的奖项，其实是要鼓励我们台湾的影视人。是。那以一个前辈的角度来，你勉励一下。我这边不算前辈，前辈刀哥。没有，你代表。我不想代表。你十大杰出青年的啊，在这边有这个最美的女神淑珍姐在这边，我想我们两个都是一起来，希望这个奖项能够越办越好。嗯，对啊，鼓励更多。毕竟这个产业蛮辛苦的，然后有很多幕后的工作人员。哇哦，我从哪里好呢？这个产业蛮辛苦。好，这个产业蛮辛苦。很多的幕后工作人员其实很少能够有机会被认识到，但是其实这些环节都是很需要被照顾，比如说美术、摄影、灯光，这些都是一个影视产业里面的螺丝，没有他们，我们里面只是。就是一个架子而已，所以其实呢，这些奖项就是要主要鼓励这些人这样子，所以啊，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各位？好，那淑珍这一部分对这个目前幕后的新进的创作者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新进的创作者，那新进的创作者应该也就是意味着年纪会比较轻嘛，那我觉得年轻人会有更多比我们这些稍微年长一点的人有更多更大，然后更宽广的创作力，然后想象空间，然后我们很期待，年轻人的加入可以为我们这个影视产业注入新水，对，希望说可以把我们这一出水给搅一搅，也给我们一些新的灵感，然后大家可以互相的学习这样。刀哥是这一次风度影业的 CEO 啊，是，来跟大家多聊聊一下。怎么样创立这个新风奖啊？其实这个产业需要很多有实力的人来支持我们这个产业，因为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好的创意，有很好的人才，但是老实说，最重要还是最后要能够执行出来，需要有很多的资金的注入。要很谢谢今天来的这些目前幕后的朋友，因为这些年轻人他们真的很需要被鼓励、被看见。对，那我觉得这新风奖，对，我们年轻的时候也需要啊，需要，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新风奖，我觉得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这次像这次的评审之一，导演江导演，您也是这一次的评审之一哦，你也参与过这么多的。我今天晚上的皮拉提斯可以帮我取消吗？我觉得这一次看到很多作品，我很感谢风度影业跟世新大学办这个新风奖，因为在评审的过程真的是不输任何正式影展。对，那我觉得很多作品其实看到它的诚意，然后还有它的深度跟年轻人的创意，对，我觉得这个比赛是非常让我觉得我好想回去当学生。我再问一下那个小伦，我们回到中间好了，回到十大学生。那个刀哥来来来，不要这样，刀哥来。特别是在新人的时候，不管是目前幕后，都特别是要鼓励。对，这是确实的，因为有时候呢，我们。有一些人不是科班出身，所以是一边工作一边在摸寻自己的方向，跟找寻自己被认同的那个客观的事实。那如果有这些奖项跟这些评审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自己做的选择到底对不对？我说的选择可能是你在主持上面的表现，在戏剧上面的表现，或是在歌手这个舞台上面的表现都好。有这些奖项让评审们去默默的用这个奖项告诉你，你做的这个选择，做的这个演出。我们是喜欢的，观众是接受的，我觉得对不管是目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都是好事情，而且是肯定你的付出。对，付出是一定啦，我觉得在这个圈子努力跟付出是基本盘。好，谢谢，感谢十大杰出青年哦，那请各位稍事留步一下，等一下那个平面媒体要访问，所以我们请各位。好，张睿智、江导演以及炎亚纶，有请两位。来来来，江睿智导演是新锐导演哦，现在片都是很多人在看。来，亚纶，来来来，我们站在这个梯子上，好，来我们接着大家拍照一下哈、哦，来看一下舞台中间，对，亚纶十大杰出青年，杰出青年配杰出导演，左边刚刚好哈、哦。来，两位这里。好，两位看左手边的稍微下方一点点哦。来，中间哦。再回到中间。好，再看一下两位的右手边，好不好？两位的右手边，右手边哦。
校长也要拍你，副校长也要拍你啊。好，再回到视线的中间哦。来看一下杰星这边哦。好。好。看一下谷歌那边哦。偏左一点，再一次。好，偏左一点点哦。谷歌今天很有戏哦。谷歌戴你的帽子来，你知道吗？看到了。十大杰出青年。我来的。他第一个来的。对。我现在以后都叫你十大杰出青年了。好，感谢杰出青年。好，感谢杰出导演。好。好 ，OK。好，欢迎第二组颁奖人，来有请苏佩仪以及黄静怡、小薰，来佩仪。实在是不行。哦，对不起，对不起，哦，你俩要单拍。抱歉，忘记了，来。来，有请亚伦，杰出青年，来单拍一下。啊，他跟杰出的江导演哈，两位今天是要颁发最佳美术奖及最佳摄影奖。站台。左边。来，正中间。歪掉，看你的帽子。左边，左边。来看一下杰星这边。好，大家自己找饭吃哦。来，再一次。好，中间再看一下，中间，来看一下开明那边，中间。Okay. 好，比赞哦 ，OK。好，各位可以吗？可以。好 ，OK， 谢谢杰出青年哦。来，有请小薰。好，焦哥当中间哦。好，中间看一下。好，再看一下大卫摄影。